甲减，常见症状为记忆力减退、食欲减退、便秘、乏力、畏寒，多发生在冬季，山东多见，商业从业者多见。我们推荐一个对甲减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黄豆、核桃、桂圆、桑葚、香米、莲子、山药、枸杞各五克，冰糖适量，放在一起熬粥食用，根据个人食量按比例增减，长期食用对甲减有缓解作用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泉小战略。